一个不知名的角落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没事。没事，叫屁啊！躲角落。我也在找、欸。哦。这找要走？有找到？我刚刚有看到的是偏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？这是左后、右后吧？哦，这是后。偏失忆是吗？后右后还是那个右前呢、啊？我也在想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OK， 把它拆回家。我看到了，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这张是有这个哎、欸。六百喽。有岩浆可以弄的哎、欸。这个六百是要出发的意思吧？是核心。对啊，核心啊。不要问那路。OK， 好，离开这里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箱子。在哪裡那个楼梯底下的楼梯底下，凤凰台决定放哪？那也放那个楼梯底下的箱子好不好？好的。那、啊、最下面其实还有木桶，看你要放哪一个。我就觉得放那个木桶还蛮隐秘的、啊。箱子下面有木桶，箱子下。我说凤凰台，楼上吗？还是你放箱子我，我等一下处理好吧。好的。我们做得出烟熏炉吗？先那个先趴再弄，那我去弄。有人有青金石吗？啊，青金石我可以去换哦，我去换青金石，顺便换点石。可以。烟熏炉我可以。青金石我有啊，青金石我有啊。分个一点点啊，等一下先附魔再出去吗？那就是见面，还以为烟熏炉全部都要用先出去、欸、用八皮的木头。还是先出去啊！第二阶段的扁人，哇，他们家。我也觉得好像可以先出去。哇，他们家。反正不会掉东西的吧？还好啦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复活在那个。对啊，你想回家复活就可以了，冲！好，我好像，哎、欸，那我要换电池，好像可以先换个银星过去。有那么多钱吗？红石可以拿去换钱啊。有两个烟熏炉。走，走嘛，一休，你等我下都要换个药水，我应该可以。我把它换到放到下面的木桶哦，钱。买快点，隔壁的。哇，我只是买电池、欸，好吧。电池有一点也是不错啊。不能买隐形药水，太贵。30块啊。30块好贵、喔。可以啊，之后就够了。想买什么就买。走到中路了。好，我们要走中了。走，我们等他们走中的时候过去杀过去，走。好，走。绿河走。綠河走你们走中还走左子还左右？我们走右边，走。好。看左边。右边。看看这帽子里有什么人？这些人好嗨哦！我们老了，我们老了。孩子们，开心就好。我们走在时代的最尖端啊。孩子们开心就好。啊，这张有历史了，我们就不用杀死。走。哦。有历史啊，有历史，直接用历史来说。哇，他们附魔台湾，他们用外围可以，你可以用煤炭砖，煤炭砖很硬。然后上面堆历史。我会，我会。哦，哇哇，这个雕，这个雕还是连雕哎。联盟了哦！哎、欸，哎，为什么看不到他？他没有先行呢？在上面，二楼。哦，哎呦，I'm sorry。哎呀，这个二楼要对，那我要前拆，我忽略了。哇，阿乔不对，阿乔老了。我把他附魔台了。你忘了他们附魔台是不是？嗯，哇，好狠，真棒，可以你好棒哦！嗯，哇，九减三十趴，你真棒哎！我们再过去吗？对啊，你们这局 rush， 好像二楼阿纪还追过来，笑死！二楼好像真的不错，阿乔好老。他们应该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准时就到了，大家都还没有准备。你们没有到准时。对、哦，其实没有准时哦。他们家完全没了。准时是600直接。不要瞎掰哦。我一样老路哦，走老路哦。
那你去了，好像有人来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。喂喂喂。嗯。保家，保家卫国肯定先到、啊。我还没去、欸。我等你。我带一个效率二的金镐，给你了一个。你这么猛、啊？但我只有负两个，一个我阿勇。你要快点！我现在在他们重生点，尴尬。好，我再跑了。他们现在弹幕有一个，快点，然后就会看到我。嗯、不是，我要带镐子出门啊！我刚刚发现我太慢了，这样不行。那前面就不用到太强的东西，还好啦。对、啊。我那么好像要从二楼，至少就是效率有个一或二的镐子。挖下去。效率二金镐其实蛮容易的。在哪里？我在重生点有看到吗？重生点。我撞了，哦，你又撞了，还是我先帮你们做警告？等我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帮我们弄。时间不等人，天都黑了。等等等，哎，拿这个，发现了，我被发现了啦！你好了，你好了，丫丫，笨贼，把杀掉，拿个 eat， 哦，美味的鸭真好吃，还想从下面哈、啊。那这整个直接落 ID， 吐了两个，啊不行了，里面还有个梦，还有一个那个诺音呐、啊，对，诺音手加的，哎、欸、我死了，哎呦，可恶啊，我们吐了两个人呐、啊，他慢了，走，不要，再来一个措手不及，走，哎、欸、你金镐好像没有给我吸到哎、欸，晕烂，在我这里，我刚吸完、欸，倒下之前记得要放副手，我现在在那个药水店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金镐，我还没有。我拿哈气的头。好好好，带哈气的头。啊，如果有倒下的话，要放副手。现在就是哈气。我现在哈气。现在就是哈气。对。呱呱呱呱哈呱。走。呱呱呱呱呱。加油 ！Let's go。有口的呀。他们有人来。对。没事，我守着家。哦，感谢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走左边。茄子，茄子还在家。我要啊，你要我去吗？哦，我想说去。挖东西的声音呢？哦，那你先去啊。你旁边好像有人来了。我在抬家。哎、欸，你旁边人，我们一起联合打他。他抢啊！多小，你多小了？我是说楼梯底下。哦。对啊，这箱子底下最下面还有木桶。这个木桶隐秘的。他这是地下。我追不到什么鸭子油，有人来哦，鸭子油太快了。哎，我看哈记，哇，他是妖精，他好毒，哎呦，他退了，我记得两个木头，就是进来了，最后楼顶下来了，嗯，哈记这里，我觉得他是诱惑，他又拿弓箭了，下面又拿弓箭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有人在我们家，所以我们家进攻。走，他们家剩一个人，一个人跟下。他们小孩子变成零零。没有下啊，你先去，我引开他们，我引开他们。大家会觉得，哎、欸，我是队友哎。对。我引开他们，有两个在追我。安、啊、且没关系，你就冲吧，你就尽量冲。家里有我们。家里我们两个。对。OK 的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没有、那個。哎呦，吓死了！没有青金石。哦，在我身上，等一下，我拿给你。抱歉，我死了，但我把云月杀了。可以啊。啊，家里也有那个喽，在烤牛排喽，可以吃牛排。零零零，我放最上面的箱子。肖律师，谢谢。那我这个给你。哎、欸，我放箱子。你放箱吧，你放箱子吧。别说。那个悠悠那边有肖律师了。我放最上面箱子，很多很多牛排。我这里有两个效率二的稿子，他们可以合起来。先不用吧，除非你们真的到很缺，再合吧。我先放进来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隐形兵开始要准备。哎呦，等你们很久啦，隐形兵。不行，被切白药水。我们先。他进来了。阿基，我可以走了。走，还这么左右夹攻。你先吧。多夹攻哦，你现在不是隐形的，你是要正常。我知道，我是正常区的，我没有药水。他们现在在中间，他全挖了。我跟你说，记得十二说记得把稿子变成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潜水，我要当潜水兵。好，潜下去，他们就看不到我。对方正在附魔。有没有海陆，没有附魔台是不是？他们看到我 ，OK。有个绿口从旁边走过去。这岩浆哎，还是我们倒岩浆？没有。可以啊，我们有岩浆桶啊。
真假的？欸、各位。但他核心附近是没办法。他们家四个人都在，这个蹲了没用吧？有，我在。哎、欸，我们家 ，OK。下一。哎，没有穿满装也可以了。不行，我在搞父母。现在可以没事了。左右都有人啊。有他妈出去了吗？他妈出去了吗？到底出去了没啊？蹲着。出去了。嘘，再来。他们两个人走出去。走，去挖附魔台。好，走，你挖附魔台，我挖核心啊。啊，下面半装会直接弄哦。我懂。我来。哇，核心好痒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是帮他们挖了，我不用挖了吧？哎、欸，还要，自己挖哟。我挖了。我们加血，所以你们进去。哈哈、哦、底下半砖有了，半砖拆了。难怪我想到他弄得好快。我挖好多下，好快乐哦。好猛哦！死狗一。孩子长大了，好棒哦！我们可以在家就好了。我死了！哎呀，说我们可以退休了。半砖就这样子吧，学了一课。我们悄悄摸，悄悄的走过去，哎、欸，没人发现。快快乐乐，根本不用隐形药水，我们就潜行，是不是？我们走过去而已，我们就、欸、根本看不到我们呢、欸。我把他们的附魔台也拆了。哇！你实在是太狠了！哇，我们这是三江无敌的吧？啊，我的，就是这个组合。我的大可呢？只看到一个。哦，你那个大可还继续用弓箭在射死。哦。叫的外送到现在还不到，大可呢？嗯。哎，我们家好秃哦。我们家很秃，什么意思？很敏感。很敏感。欸、我拿到你的秃头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吃上了你的头。你说谁秃呢？谁啊？哦，Unicorn how to lose 啦！哎呀，我们好了就可以勾勾。我跟你讲，有料。那个，我觉得从上面跳下去，然后把他们附魔台挖掉之后，往下挖蛮好的。那个隐形药水，你们可以到金矿洞拿，我等你好了。都进攻附魔啊！好猛啊！啊，露娜跑来，全员隐形哦！你要记得脱妆啊，记得脱妆。啊，哎，组长也不能拿东西，也不能拿东西。走吗？走。核心附近会青岩浆啊，会不会青黑曜石忘记了？好像也会，都会。核心的多附近啊，很近吗？还是有一小段距离？应该有个五个之类的，四五个吧。那如果我们叠高一点，然后从上面领，可以啊，就领没有你领岩浆下去，它就附近还是会清，嗯。哦。但那也是个战法，我们以前也会用水流。草蛋子没有跟上哦，冷不冷？草蛋子是不是在家、啊？没有，因为草蛋子你要对，你要诱惑他们。好，从正面。我们家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我们先讲。好了啦，几只？他只是感应到而已，但是他在买装备，他在买装备。哎，他自己走，让他自己走。在旁边了，可以进了，他砍树，可以进了，到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妖姬要飞去哪啊？妖姬，有，好，我看到他感应到你了。妖姬要去哪里了？不要动，好，感应到你了。我受到伤害了，可恶！算了，放过他，家里更重要。哇、哦，叮叮当当当，但这好像有点大。嗯，一条声音马上直接听到，路有点。这样子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这我旁边那个是什么啊？是要用铲子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用上面的，上面的很快。钻石开始升了吼。第三阶段哎、欸，对。
那有就钻石，但我杰克变成斗士。好哦，那我是不是该打架了？可是他们已经只剩四四滴了，你别再打了吧。我身上好像有他们的那个附魔台，我有哈基的头颅哎。那我一样就是去铲那个钻石之类的。对啊，我们就全力辅佐我们的这个三江啊！今天三江的局，他们好旺啊！有我们就够了、啊，我们平常不去是给对面面子、啊。对，没错，可以尽量这样讲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可以心虚。完蛋，我都笑出来了，不能心虚，不能心虚，不能心虚。哦，不能心虚，不能心虚。我这个铲子旁边好像是要铲子的。他们到时候说，哦，是我跟杰克一队，没有，我们啥都没事，事都没做啊，啥都没做。拿一桶岩浆头。那你们要隐形过去吗？还是我们就隐形要整那个